Hello，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央视频主持人李霞。那在我身边的呀，是我们节目的特别来宾，一位非常可爱帅气的魔术师黄小帅。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海的魔术师小帅。那么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呢，是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5G新媒体平台央视频推出的特别节目《大话春节》。那既然今年是牛年哈，我们先给网友们送个祝福怎么样？好。那我祝大家牛气冲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哎呦，有没有来呀？有没有来？有没有来？空的。对对对，但是仔细看，很快哦，一二三。哇哦！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哈，国际传媒港。那提到上海，我知道小帅是上海人。嗯。先用几个词形容一下上海吧。腔调。小资。没错。时髦。对。国际大都市，当然我们还不得不提到浦东浦西。浦东已经刚刚跨过了而立之年，现在可以说是上海新的名片。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着任务来的。什么任务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寻找上海东西。这里就是宝兴小区，哎，第一个字叫什么？宝贝的宝，哦，高兴的兴，宝兴小区，哎，对，这里呢，原来我们有1136镇居民，现在全部搬走了。这里的居民72家房客，典型的像这样的一栋楼，多的有17、18户，嗯，少一点的也至少有5、6户。哇，那就已经很多了。对对，哇，你看这太厉害了，对吧？过去就是这张照片把它还原出来的，这就是走进历史里面的。对，我们晚上摇铃怎么一边走一边叫，就是用这个喇叭叫的。您跟我们演示一下。打开会后门窗，哎，对吧？你把打开窗帘打锁子啊，没干你干打到哪十分几层啊？喊一句啊，石头，我知道。啥意思？这是上海人讲啊。上海人讲的。就是削刀钝了，然后我帮你把刀磨磨。这抢我们北京的生意了。摸点菜，抢菜刀。宝兴原来这里呢，它是一个很繁华很热闹的一个地方。南边它是法大马路，金陵东路原来叫法大马路，是法租界的第一条大马路。然后这一条宁海东路是当时的上海滩上最大的一个露天的菜市场。那这个地方原来，对对对，所以原来这里的商贩很多。上海人家过年，进了腊月之后，生活在弄堂里的人们便开始忙碌起来。老爷叔们都要剃头、洗澡，讲究一点的还要用石灰重新粉刷墙壁。阿姨们要开始准备腌咸货、买年货，洗洗晒晒，迎接新春的到来。走进拥有着百年历史的石库门小区宝兴里，这里的居民已经陆续搬迁新居，但在里弄里依然保留着上海人家生活的印记。老师，哦，这个叔叔阿姨。哎，叔叔阿姨好，爷爷奶奶好。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过年好。阿姨好，大家好。哎，叔叔阿姨坐。叔叔阿姨坐。这是什么？很香，啊，我跟姐姐学一学，嗯，就行啊。人生中的第一个，哦，宰了烧自己。哎，对对对，馅子也不要太大，尽量往当中放，不要摊到边上来，然后把这个下面的这层皮，要翻上去，
看上去要留一点边啊、哦。哦，上面留一条边。对对对，留条边，对。然后这里有水，对吧？蘸一下。蘸一下。把这个边这边。哦，这个水是当浆糊用的。哎，对，当浆糊用的。它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别让它散开，对吧？这样的时候不要散开。弯一下，然后折起来，这个下面的这个角把它粘在一起，搭在一起。你好，人生中的第一个，有模有样。哇塞，哎，你这个真的可以哦。捏一头就是这个品种都包的不一样。弯一下。你好，我喜欢你。为什么上海人喜欢吃这个馄饨呢？你看这个样子像金元宝，哦，吃了馄饨会发财。哇，哦，难怪这上海经济这么发达，就原来就靠这个。用上海话说这个馄饨是怎么说啊？稳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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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稳当，就这个灯，这个灯很温。是吧？温灯，对对对对，可以这么温温灯，温灯，温灯，温，怎么那么像外语？你们两个新手呢，刚刚也学了这个包馄饨，嗯，我觉得已经学会了，学会了，对吧？好，那就现在开始实打实的考验一下，好吧？怎么考验呢？我们是要分队啊，还是怎么个一个比赛？对，我要跟你一队。那好，我也要跟你一队。那不行，那不行。那我一拖二拖不动。你带了吗？这样子，我们就以这个为界限，你和毕老师，叔叔他们一组，我们三个人一组。哦，可以可以可以，行，可以，别太多爆掉。哎，你这太少了，你再多。我怕爆掉了。我就是希望你爆掉。就外国人心态不太好。师傅，我又做出来一个奇怪的东西。元宝当中的这个线，你要把它顶出来，要这样子把它拱起来。啊，对面怎么这么快啊？啊，我要发力了。你一定要把它翘起来，这样子你看就好看了。哦，我找到感觉了。叔叔，我说您的效率太高了。师傅验收一下。这肯定是。哎，这个进攻，是不是？啊，会了会了。好，放在上面吧。没了。鼓掌鼓掌鼓掌。绝对漂亮，漂亮，漂亮！上海话怎么说？漂亮，漂亮，哎，错读，老贼，漂亮人，老贼。好，那今天我就为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嗨，现在可以松手了。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想吃吗？动吧，吃吃吃吃吃。等会儿吃，是不是闻得很香啊？为了奖励你们今天学会了包馄饨，对吧？我们准备了一个上海特有的这个绕口令的游戏。这是奖励啊！对啊，谁说的好可以多吃一点。哦，那我稳操胜算，一碗不够可以吃两碗。哎哎，你别自信，我可是相声演员。真的吗？我是土生土长上海人，好吗？那比一比吧。来来来，上海的绕口令哦，来来来。好，看一下，是听起来不公平。哇，这么难？这是上海话吗？因为我们得有一个标准。标准。因您的这个上海话为标准吧。行。他就是裁判。对，您说一遍，然后我们学一遍吧。姑吧，姑姑，姑姑姑吧。放弃吧，别听了啊！棒棒，
凤或榜，榜榜户。就把这个把姓说出来啊！好，第一句第一句话啊，来。故榜姑姑。嗯，故榜姑姑。嗯。故姑故榜姑姑。哎，有点意思。是是，哎，等会儿，有没有笔啊？后面。来，我看你会写什么样子。故故榜姑姑。哇，你居然写那个。啊，凤过榜，过榜。榜榜故，故榜姑姑，故姑姑榜，凤挂故故榜榜凤挂榜榜凤故。哦，厉害厉害厉害，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我们听听他的，故榜姑姑，故姑姑榜，凤挂故故榜榜。凤冠榜榜榜固，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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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被我算输了，小菜点。来下一个，下一个境界版的啊，喵里一只猫，喵啊一只猫，这个很变态。喵里的猫我，喵啊的猫，喵啊的猫我，喵里的猫，到底是喵里的猫我，喵啊的猫，还是喵啊的猫我，喵里的猫？阿龙啊，我先走了。对对对，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智慧，不必硬挑战。那我得掌握几个关键的词。关键的词，还有关键词，一个是喵，喵，喵，喵是什么？喵就是喵。哦哦，喵，对吧？喵，第三声。猫就是猫，上海人读猫，一只猫，一只猫，一只还一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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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猫，一只，一只，一只很上海话，一只，一只 ，OK， 对不起，一只太难了，对不起啊，猫里一只猫，喵，喵里，喵里一只猫，喵外一只猫，不是外。牙牙头的牙不是外，喵牙。我这个外也很难读，这个外也很难读。喵牙一只猫，牙，喵啊喵牙猫。等会儿，喵鹅猫，那个鹅，喵里猫。上海组的气氛陷入了尴尬啊！从没有。苗里莫，苗苗，这个苗莫，苗阿莫，还是苗阿莫，还是外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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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苗阿莫，莫苗苗里莫，哎对，这毛真是太难了，这毛啊！我听听正版，我可能也是个杨金邦版本啊，来了啊！苗里一只猫，苗阿一只猫，苗里猫我苗阿猫，苗阿猫我苗里猫，到底是苗里个猫我苗阿猫，还是苗妈苗阿个猫我苗里个猫？啊，听懂了道理，就听着听着。刚刚两位讲得很好，谢谢。那我可以吃馄饨吗？但是，对，现在有但是了。吃之前给我们表演一个你的绝活。哎，绝活有没有？绝活，绝活，绝活，挺好的。Oh, you beautiful yummy, vesela no vina radusha, oh, radusha zemlesin doji, narodi.歌词翻译一下，希望大家平安，然后呢，过年好，大家幸福啊！哦，可以可以 ，Happy New Year， 对，好，那我们就开动吧。现在吃这个馄饨特别香。大家好，我叫黄金，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祝全球华人华侨新年快乐，阖家欢乐，身体健康，牛年大吉。我是赵斌，
我在爱尔兰都柏林，在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祝我的亲人身体健康，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全球的华人华侨朋友们阖家幸福，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给大家拜年啦！大家好，我叫秦佳宁。我是 Jackie 王姿平。我叫卓英玲。我叫傅耀颖。我是杜磊，是一名音乐老师。我的职业呢，是一名老师和园艺师。我是一名老师。我是一名老师。我是一名音乐老师。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祝愿我的亲人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我的朋友们工作顺利。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给大家拜年啦。提到夜上海，大家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百乐门啊、交谊舞啊等等？如果你还这样想，那你就 out 了。这些天啊，在上海这个寻味的过程中啊，我又发现了一处年轻人特别爱来的地方，进去看看。
春节假期，上海这座城市里的各种沙龙活动比往时更加活跃起来。参加自己喜欢的沙龙，也是上海年轻人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上海作为一座文化多样的城市，每天在各个地方都有着各式各样的沙龙活动，这些沙龙已经成为了上海人生活的一部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去探访这些神秘的沙龙。看到了舞蹈老师啦 ，Hello，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就是今天教我们摇摆舞的舞蹈老师吗？对的，我会给大家一个体验课。之前还真的不太了解这个摇摆舞，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舞蹈？它是一种从上个世纪20年代左右开始形成的一种社交舞蹈。然后他是跟着爵士音乐去跳的，然后当时的爵士音乐的是当时的流行音乐，然后呢，这种舞蹈它跟着是一种特定风格的，就是在当时有的叫 swing jazz，swing 就是摇摆，所以这个舞蹈的名字叫摇摆舞。我跟着你一起学一下。好，欢迎，谢谢。OK， 好好挑战一下，摇摆舞。排不过来了，我觉得是发现太好的课程。好，然后大家可以感觉就是我们两个人其实是斜有一个斜角，对，然后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做这个动作会有点难，会有点难，然后看起来不像在跳这个舞，对，而且是打得特别开心，会有种别的。5 3 2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不对的吗？不对的。你知道这是哪里吗？这是哪儿？
这里就是上海的地标之一豫园。哦，就是这里。是的，这边有非常多有趣的地方，比如说小商品市场，还有非常多美食都是在这里。上海过年呢要吃几口汤圆，代表团团圆圆。哦，有谐音。对，走，吃宁波汤圆。哎，我们要一个双拼，然后再拿一个蟹粉。好的。哦，你看这个汤圆啊，我就喜欢吃甜的，芝麻馅的。哦，就是它的寓意就是要团圆，对吧？嗯，是。哦，我这个是蟹粉的，不错不错。嗯嗯嗯，哦，这个很香啊。是。哎，你这筷子用的不错啊，一看就是个老中国人了。我是，他们说老外嘛，我是老内。老内啊。哎，这个汤也挺好吃的。是，我这个汤是蛮鲜的，一个吃下去就已经有半分饱了，我觉得。俗话说，上海过年好不消，豫园灯会年味浓。赏花灯、游豫园、办年货是上海人多年来的习俗。要感受上海这座城市的温情与年味儿，走进豫园准没错。
十岁了。春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在此我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牛年大吉，恭喜发财。大家好，我是蔡慧熙。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在德国祝您春节快乐，万事如意。大家好，这次新春佳节之际，我在印度尼西亚首都耶加达给全球华人朋友拜年了，恭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和美，事业兴旺，万事如意。你的眼睛看到忙碌的世界的时候，一个人孤独的转个不停，日出花心清晨，大地光彩如晨，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唱出一片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旗袍店很惊喜，我看到旁边还站了一位漂亮的小姐姐。哎呀，过奖过奖。这位呢是我们的夏老师。哦，夏老师这么年轻，从事这个旗袍设计有多长时间了？十来年。做设计十来年。那我们让夏老师带着我们看一看。我给你选几件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我可以给你体验一下，比如说这件。这件也是有故事的，这件就是非常传统的，体现我们海派旗袍的八大工艺的里面的四大工艺的其中一件旗袍，这个可以试一试。这件是我们镇店之宝，像这一件呢，就是用我们中国传统的素缎作为材质，但它上面所有的装饰手法，它都是用西方的，比如说卷草纹啊，然后上面有大量的这个闪钻，大量的水晶，然后下摆是一个蓬蓬纱的一个形状，这也是袖长款。这些都是我们比较高端经典的一些传统系列，其实不仅是年轻人穿，阿姨妈妈穿都 OK 的。旗袍曾经是老上海的时髦名片，也是独一无二的上海风情，是难得的一道风景。但是遗憾的是，曾经普遍流行的旗袍现在只能在专卖门店、专门的场合
或者像春节这样重要的节日，才能看到人们来定制一身华美的旗袍。但是作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一种文化符号，旗袍一直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哇，看到这么多漂亮的衣服，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想去试一试了。不知道适不适合穿旗袍。好，就那就请大家期待两位变装的样子吧。挺期待，我们去变装啦，走啦，走。好的。看，这个就填充完了。海派旗袍的制作工艺也十分考究，一件成功的海派旗袍要经过镶、嵌、荡、盘、贴、绣、绘、定等工艺。像不像那个月份牌里走出来的这个美女？果然是穿上旗袍，马上气质就提升了，对不对？提升了几个 level 是吗？它面料是苏锦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很细腻的团科纹和施华洛世奇的闪钻的装饰。那么这个纹样呢，是我们中国比较传统的纹样。然后我要讲苏锦是我们中国非遗里面比较典型的一种丝织的提花织物，所以它非常难得，而且它是比较手工的，量产非常少。它的门幅只有这么窄，70公分。女性在选旗袍的时候有几个点要注意，首先是我刚刚说的领子，衣服越长它的领子还需要高一点的，这样抬气质。第二的话，我刚刚讲了袖子很重要，你要看这个袖拢平不平顺，会不会把你多余的赘肉给露出来，这个其实很考功夫。然后第三个要看叉子，那么叉子的话一定要看平不平顺，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平顺，也不会外翻。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款啊，这个45度角的这个对角对得非常的好，然后这个线条也接得非常的顺。今天试了这么多的旗袍，我发现对自己的信心又增加了一点。没有错，我发现我穿上中式的服装以后，帅气值也是提高了不少，绝对很高。所以我们这个自信哪来，就是从这个漂亮的衣服而来。对，人靠衣装嘛，对不对？然后新年了，我们给大家一个新年祝福吧。好呀好呀，祝大家新年快乐哦。然后呢，希望大家以后也可以多多尝试在生活里加入一点中式的元素哦。那我和嘉义就要就此跟夏老师别过啦，我们俩还要去感受更多的上海味道。哎，小帅，你们在上海过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要做？作为一个上海人来说，过年的时候，我要去搞一身新行头。新行头是吗？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身新的衣服。要打扮得漂亮，买新的衣服，这个我听说过。最重要的，上海人有一句话叫什么？斗丝一定要清爽。斗丝是什么？听不懂了，就是头发一定要弄得非常干净和漂亮，要做一个发型。就是换个发型。是。那我们俩能换个发型吗？对了，前面就有一家上海的80多年的美容美发老店。不如我们一会儿就带你去看一下。行啊，走呗。走。来，哇，你好，你好。从阮玲浴室的大波浪，50年代的解放头，60、70年代的卫生头，80年代的爆炸式样，直到今天形形色色的新潮发型，南京理发店承载了代代上海人对美的追求。南京理发店一开始就标榜高贵路线。旧时上海的达官贵人、四大豪门都在南京理发店做头发。那时烫一次头发要9块大洋，要抵掉了普通市民一个月工资才行。虽然旧晨光不在，但南京的生意还是一如既往。
上海人会说削头削头，就是要削了头上。过年了，头上做功夫，美发厅里剃头美发，比起平日里更要体面和开个好头。经常会来这边吗？对，我每个月都会来。这家店呢是一个传统的老店，我们的这个陈师傅他的这个手艺也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也一直是在他这边剪的。是不是就是在上海过年期间就得剪个头发，这样比较吉利啊？对，相对应该说是比较干净吧，啊，干干净净的迎新年嘛。对对，开个好头，开个好头，它有个谐音是头彩头彩。对，那我们俩就有福了。是，赶紧。辛苦你们了。哇，小帅你推荐的真的是太棒了。做央视频的观众们，万事从头来，新年快乐。来到上海啊，一定要体验一下最地道的上海本帮菜。那我现在呢是在浦东新区的三林镇，据说这里呀可以找到老上海的味道哦。我们进去看一看。啊，老师你好，久等了，欢迎欢迎欢迎。我看有一位新朋友啊。啊，这是我的老朋友。嗯，那您做本帮菜多长时间了？做了也40多年了。四十多年了。对。可以说一辈子的。是吗？今天听说跟我们备了好多菜，是不是？哎，我们的今天跟准备的都是我们三林本帮的本帮菜的一种老八样。老八样，那对我们三林堂的特色菜。首先讲一讲这个上海菜和上海本帮菜的区别。嗯嗯，先讲上海本帮菜。上海本帮菜的定义，它是上海本地的乡土的，就是我们如果做学问的话，就是原住民的菜，就是这样的。哎，这样就听懂了。上海菜呢，是1843年后，那么由八大菜系啊、十大菜系啊，他们融合他们的精华，产生了一种新上海菜。1843年后开埠后，上海的发展主要是在浦西，一江之隔呢，就是浦东呢，相对就比较落后。三林正好是地处于浦东，所以于是呢，就留下了我刚才打引号那个古东籍的本帮菜，或者叫乡土菜留下来的。那这里面最经典的一道菜是哪道？就是我们的扣蛋丝。在上海，餐桌上的老八样是当地居民过春节时的大餐。记忆中难以忘怀的扣三丝和红烧鱼的香味，陪伴着人们走过了许许多多热闹的新年，也时时让人感受到家的温馨。看它的盖头。哦，里面刀工刀工，全部是一刀刀切出的。嗯，哇，我们吃的时候呢，剪。
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上交所每一个数字的变动都牵动着全世界投资者的心。随着上海金融业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选择上海投资，罗杰斯就是其中之一。他自诩为购买中国股票的第一个老外。People say about me, well, Jim Rogers was a great Wall Street investor. This is the stock exchange, believe it or not. That was his only stock exchange in China. That is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Well, that's just about one. It's only because this is like, I was the first foreigner to ever buy shares.近些年，罗杰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参加论坛、发表演说、投资公司，每次来到中国都会成为媒体及众人关注的焦点。Well, I've been investing in China for over 30 years. I continue to look for investments in China. I hope that my girls have these Chinese shares someday, because China's on the rise.Of course, there will be some problems along the way, but everybody who rises has problems, but China's going to be the next great country in the world. 21st century is the century of China. 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欣欣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新年快乐。大家好。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祝福祖国和家乡人民新春快乐，身体健康，牛年大吉。大家好，我是郑新立，目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祝福我们祖国的明天经济更繁荣，人民更幸福，国力更强盛。祝各位亲朋好友新年快乐，牛年大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给大家拜年了。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三口之家，我是智深科工程博士，我是王小帆法学博士，我是智联五博士后。欢乐中国年，四海一家春，在这里我祝愿亲人身体健康，我祝愿朋友们开心快乐，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频的网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上海最炫酷的跑酷训练馆，也是算是我们全国唯一的一个 World Chase Stack 训练基地，说成中文叫什么？就是障碍追逐赛道。是，然后这两位帅哥呢，他们是跑酷高手。这项运动在中国好像玩的人不是那么的多，还是属于小众运动。大上海一直都是冒险家的乐园，每天都在吸引着全球的目光，每天都在产生许多新奇的事物。年轻人过年有自己的方式，跑酷是勇敢者的游戏，受到了上海年轻人的追捧。节日里他们也不忘约上三五好友到跑酷训练馆玩一场追逐游戏。你看看我们这三个人这材料够不够，谁都可以玩，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抓人游戏嘛。老鹰捉小鸡，老鹰捉小鸡可以，让我们教练带你们先体验一下。来，所以我们先开始热身吧。 OK。受伤率高吗？受伤率最低的，比男子足球还要低。一个，来，快速，一、二、三，中一个。导演，我饿了。来，第一个我们要学会怎么使用这些杆子，抓住，然后往前。哇哦！你们的手需要有抛杆这个东西。耶，可以啊，不错，还行。来，下一位。哥，你当抽签吗？你。来，往前，往后，来，手丢掉，对，还行。我感觉这莱文自由握是太梦幻。哇，这个好帅啊，好帅！来，你也可以这么帅。对，很棒。膝部、撑、踩，坐在上面，可以。哎，可以。对，不错。对，很好。我们要追逐的时候怎么用得上？这么慢，你肯定追不到别人了。我追不到他们。现在我们要加速了。哇哇哇！跟高铁一样快。还行，稍微有点弯。哎，可以。哎，你这也够快的。可以，做到了。小帅还是对。对，很好。继续第三个障碍物，第三个动作 ，OK， 走。哦，好，就爬过来。还有第六。哎，很像了，这可以，对，这个很像，是有点高。所以这个我们安排在最后一个。哦，哎。所以其实我们明白，它不是一个像真的是游戏啊，或者随便来的，就是它有技巧训练，是有基本功，扎实的基本功才能玩。那我们现在开始带你们跑一条完整的路线，好，可不可以？哇，特别期待，特别期待。那我们现在开始吧。帅的教练，走。
现在属于是我们要玩追逐游戏了。对，追逐时间。然后我们怎么玩？时间是多少？20秒吧。20秒，20秒。然后我们几个人可以追逐它？一对一呗。这个场地比较小，人多了会。好，那我们派出代表，一股。好。真的，真就一个。OK，OK。OK， 好。好。好 ，OK， 好，没问题，就一个人。老师很心虚，那我来追我们的教练怎么样？追你们还是你们追我？你们自己挑。我追你，追你。选。那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你从这里开始。嗯哼。那石教练会在任何地方等你。Okay. 你要过去拍到他，就算你赢。OK， 没问题，20秒之内。好，好不好？要不试一下？不用，直接来，直接来，直接来。好，那我们石教练过去。直接是。OK 了吗？然后我叫三。2、1，开始！上上上上上上！没有，还是被女生拿下了，超过了20秒。你们在上面跑来跑去，对吧？我们魔术师也可以让我们手中的扑克牌跑来跑去。哇，这个太酷了！那不如接下来就进入一个魔术环节。好，来，施老师，我们先检查一下这副牌没有问题。它的背面呢是跟牌一样的，正面呢是白色的。OK OK， 这副牌的背面跟一般的牌一样，对不对？它正面呢是白色的。接下来我想请施老师从里面随便选一张牌，然后上面签个你的名字。随意。对。然后你签过的这张牌呢，就代表你。好，然后我要在这边写名字。这张牌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嗯。好，谢谢。这张牌呢，你可以看一下，上面有个石头的石，对不对？相不相信这张牌也可以像石老师一样飞檐走壁，跑到任何不可能的地方？我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好，来，石老师，请你亲手把这张牌放到当中的某一个位置。随意吗？对，随意放，直接插就可以了。接下来，石老师，你知道牌怎么飞吗？嗯，好，需要你呼唤他一下。怎么？他现在在哪里？我不可能知道，对不对？但是你弹一下手指，啊，这张牌呢就会瞬间，哇，跑到最上面来了。太好了，我们再来一次好吗 ？OK， 再来一次。好，我们把这张牌呢放到当中左右的位置去，然后把它推进来。牌在哪里呢？我也不可能知道，对不对？但是只要弹一下手指，这张牌呢又会跑到最上面。这是我第一次这么。静静的，是吧？是吧？嗯，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我们把石老师呢做一个这样的小标记，把它给折弯，这样呢，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牌的位置在哪里，对吗？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张牌是弯的。接下来石老师还是老样子，弹一下手指好吗？1、2。先看一下。哦，这太神奇了！天哪！可以吧？非常不错，这真的有点太是真没想到，对不对？对对对，他这个反应也是太真实了。我想问一下，这个石老师，你们做过最夸张的这个移动是从哪里到哪里？比如说从平地一下子可以跃到几十米高空，我可以从3米直接到2楼，从2楼直接到1楼，二楼直接到一楼，这太夸张了。大概也得3-4米哦。没有危险吗？没有危险。哇，太厉害了！那我也给你看一个厉害的。好，好，首先呢，用到这个东西。哦，手机。手机。一台手机，嗯，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先检查一下手机，手机应该没有问题。游记老师可以给个特写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吗？然后呢，牌请你帮我拿在手里，好，用另一只手呢盖住这副牌，对对对，盖得越严实越好。接下来呢，我想请这个石老师想着你那张牌，我要让这张石老师的牌呢完成一个不可能的跳跃。OK， 跳到哪里呢？就跳到我的手机里。不可能，不可能，太不可能，这我不相信。这个灵感也是石老师刚刚给我的，是吗？来咯，得选一个冷门一点的，是吧？第一步，石老师从里边咻一跃而起，跳到2楼，看得到吗？然后瞬间呢，跑到1楼的手机里边来。石老师，还记得那张牌上面有你的一个签名，对不对？对对对啊，你的签名签的是10。哇！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一张就是我们石老师签名的。这也太神奇了吧！真的没有了。等会儿，真的没有了。是不是有一个
我在怀疑它是不是有两张，但是这个真的是我自己是不是？你看这个魔术呢，就跟我看你的草是一样的。天哪！但你这个比我神奇太多了。不不不，我们再次掌声送给邵老师好吗？谢谢谢谢谢小帅，谢 谢, 谢。大话春节在上海，和央视频一起云团圆。接下来带你去一个上海非常受年轻人喜爱的打卡点，是什么呀？一定会让你非常精神。你听说过脱口秀吗？啊、哦，脱口秀在这里、嗯、是，当然知道。这边是一个非常一票难求的地方哦。哎 ，Hello， 你好，怎么这么帅？你好，你好，你好。我你不会相信的，嗯，好像是，我是专门从北京过来看你演出，是吗？你是不是知道我喜欢姚老师？客气，这样这样的话，买一个我的周边吧。多少钱？我们马上卖给他。我看你很实在啊。对，大老远来的，带点东西回去。实在也很物质啊。你能不能帮我们转一下？我们看一下你们这个脱口秀演员是怎么说脱口秀的？行，没问题。我以为你说脱口秀演员怎么说相声。没问题。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工厂的演出地，然后现在我们的观众已经在这边排队了。脱口秀作为舶来品，目前已经在上海站稳脚跟。过年除了看电影，上海人还爱看脱口秀。在新年到来之际，用一场笑料不断的脱口秀迎新年，在笑声中不仅可以一扫工作压力，还可以与亲朋好友畅快欢聚。我们票卖的都很好，而且这几年好了以后，大家开始争着往前面坐了。哇，因为往前坐的话，就是可以和演员们，对，可以互动。然后我们是在这边讲，就是很简单。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笑果演出。上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乌克兰的椰果。然后呢，我是学习相声，所以我们特别的喜欢脱口秀。对，我们带他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工厂的这样各个环节。然后我们演出一会儿就开始，打扰你们了。谢谢谢谢谢谢。这块就是我们的控场台啊哈，到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坐在这儿，他会控制，比如说演员上场的声音啊，明白明白，音控，对，还有灯光都是他们控制。啊，这是我们的后台，我们的演员在这儿备场了，是不是？这个是工作人员，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演员就都在这儿准备，然后这儿就是有一些吃的，坐着在这儿休息，然后我们衣服可以放在里面。然后这边是好像自己的卧室那种介绍一样，这你看这边我们是睡觉的。他这边其实是给准更多是给演员准备背段子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我们在上场之前，他有的时候可能要想自己的东西，需要顺一下安静的环境，你到时候演出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见无数的演员就在这边来回徘徊，在想自己的东西。你们脱口秀演员是这过年包括你们说的段子会不会添加一些中国过年的元素啊？其实就是没有刻意去添加，但其实就像跟大家聊天一样，比如说现在过大年了，然后就聊聊过年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一些糗事儿或者什么的，然后引起共鸣的东西，过年可能会着重有一些，说哎，你们是不是要回家？你为什么没有回家呀？或者是什么？你回家没钱？对啊，就让你结婚没有呀？怎么怎么样？其实，然后包括我们自己过年的一些事儿，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央视频的朋友们，我上央视了是吧？这哇，央视妈妈，你能看到我吗？到时候妈妈她是好孩子，妈妈今年过年我就不回去了，然后我现在、别了，这是我们响应号召，对对，我们就年后见吧，朋友们，希望大家在无论在哪儿过个好年。新年快乐，年年快乐！我知道你马上不是也要演出嘛，然后就是一切顺利。行，谢谢。我们都说，对，我们说您辛苦了，辛苦。以后我们一会儿就为您加油。好，那你们先好好看。Hello， 各位晚上好啊！认识我的吗？没有，就你不要喊那么大声，对不对？你看，那有认识的吗？我一个都没有，这么尴尬吗？我花钱那俩人呢？啊、你看大家反应啊！没见过有钱人吧？怎么？
是乌达克的旧居和纪念馆，这个木头还是当时的木头，当时的。如果你把它拆掉了，完全模仿起来，它只有旅游价值了，没有文物价值。所以上海在这方面呢做工作做得很好。乌达克呢，它的英文的名字是这样的，拉斯洛埃德沃库代克，换成我们中文叫乌达克，这样的。这是它的原来的客厅，在上海差不多有110到120幢独立建筑，它在匈牙利、在斯洛伐克、在美国，只有2-3幢设计。等于说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上海。对对对，一生的才华和精华献给了上海，所以我们把它认为是上海的建筑师，不认为它是老外建筑师。作为一个移民吧，上海容纳了他，那么他也把自己的才华就奉献给上海，所以我们叫上海是海纳百川嘛，不面对世界的话就不能成为全球城市。啊，杨世民下班车又来了。好，好，就这边走。它是各种各样的，差不多100多年来各种各样的式样，所以呢，这可以称为这个万国建筑博览吧，就是这样的。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我比较喜欢那个海关大楼是吧？对，就是上面有一个钟的、那个。有一个钟的。它的海关大楼的钟呢，它就是从英国运过来的，模仿那个英国的议会大厦叫 Big Ben 的那个钟，就我们叫大本钟。模仿到那个钟，当然大小是不一样了，但是这样的，所以它现在还是准时的敲。看到这一片可以说是代表上海新高度的一些建筑，新高度也就是改革开放后40年出现的。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的话呢，站在这边看到那边全部是农田，没有超过一个4层楼的房子的。现在呢，这个地方呢叫陆家嘴金融区，这是老的100年前的金融区，对，这是新的这个金融贸易区啊。嘉义现在看这个浦东的景象是什么感觉？我觉得就是一幅画。嗯，我们随便一截图截下来，我们就是画中的一个人物。哦，但是这边就是充满现代和时尚感。对对对，嗯，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嗯，就是弹指一挥间，弹指一挥间，旧貌变新颜，对对对，完全日新月异。对对对，我们摆一个什么造型呢，方老师？摆一个 V 的造型 ，Victory， 胜利了，胜利，好。大家好，我是南庚戌，现在在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2020年因为疫情，全球按下了暂停键，而面对艰难，我们没有退缩，我们依然微笑着前行。2021年，在祖国和全球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相信困难一定会过去。面向未来，让我们大声地笑起来！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身体健康！祝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给大家拜年啦！耶！拜年！拜年了！辛苦！我叫谢敏东，旅居芬兰已20多年。在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祝愿伟大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着一桌子的下午茶。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开动了。哦，等一等，节目组可不是让你们这么简单就能吃到这些东西的。还要怎么样？你猜，上才艺是吧？好聪明。其实我们每逢过年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环节，就是一大桌子人在一起吃饭啊，大家都会说，哎，谁来表演个才艺啊，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嘉义一般会被要求干什么？哎呀，我经常被 Q 啊，那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就会说，哎，你不是学唱歌跳舞的吗？跳一个，跳一个。这时候你就会默默地打开电视机。对对对对对对，打开电视，我说哇，你看这电视上面那唱的又好，跳的又好，哇，这是他们就好了，高级凡尔赛，凡尔赛，凡尔赛。那今天我觉得你要是不唱一首，网友朋友们，对啊，我们要看现场版的，那我就来一首吧，一起的旅程，哇哦，是你陪我带着那小小憧憬，走过了一段一段。哎呀，怎么来了？怎么唱？哎，我刚进了这个节奏，看得出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歌手。对对对，最近出的歌太多了，主要是。你有着多少善意，就有多少秘密藏在心底。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可以说代表着上海的高度。你们知道上海有三高吗？知道。哪三高？开瓶器、打蛋器以及什么来着？注射器啊，注射器。你这一下把嘉义听懵了。他其实说的是三个建筑，三个建筑的形状就很像刚刚说的开瓶器、打蛋器和注射器。我们待会儿要去的就是上海中心大厦，它也是上海的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是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的一座超高层地标性建筑，建筑总高度632米，超过附近492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420米的金茂大厦，成为目前中国第一高、世界第二高的摩天大楼。每一个来到上海的人都会被这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惊艳。那些不断被刷新的高度，丈量着上海发展的每一个脚步。你们往后看，看一下，这个就是上海的三大高楼。然后我们即将进入的就是咚咚咚咚，往前看，可能比较费脖子啊。这个就是打蛋器，上海最高楼。我们进去瞧一瞧，好不好？好。哎，你好，你好，给央视名网友先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上海中心参观啊，我是今天各位的参观陪同讲解员，我姓石，各位可以叫我小石。接下来时间就靠你了。好的，来，我们老师，我们出发吧。好的，好。那有很多来宾他非常有疑惑，他说，哎，为什么我没有找到上海中心？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也刚想问问这个问题。上海中心目前排在世界第二，仅次于我们最后的这个迪拜的哈利法塔，总高632米。
所以我们在后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还预留了空位，给予未来的摩天大楼。啊，这也预示着科技啊在不断的进步，我们人类的未来将无限辉煌。上海高度也在不断突破，中国高度也在不断突破。说得好。上海被称为未来之城，不少科幻电影在这里取景，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许多梦幻色彩。春节期间，上海中心大厦举办了一场《三体时空》沉浸展，真的是不容错过。我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其实是构想，我展现了一个刘慈欣老师宏大的宇宙世界。哦，宇宙世界，它是一个超强的硬科幻。哇哦，我是一个，希望给大家留下好的印象。好的，好的。我是一个科幻迷，是吗？对，那一定会喜欢。我们第一个厅叫文字海，因为我们中国人跟中国的文字自然会有感情，所以我们想第一个厅呢，就基本上把刘老师这本书中的那些粉丝们最喜欢的句子啊，金句，通过一种创意的手法呈现出来。老师几个字？我们一个个猜来，嘉义。九个字是吗？毁灭肯定是有的俩。对，还有什么？你仨。雨。雨。OK。香。四。香。香就是像是吧？五个字了。和。对，六个字儿。哦，干，扛着了。约，有。毁灭你与你有何相干？哦，毁灭你与你有何相干？黑洞的表现在这里。哇，好热，这里面。对。太阳，炙热的燃烧。这是一个全息的展示三体三个太阳的那么一个场景，啊，这边呢就是我说的那个宇宙中的黑洞一样啊，把时间也扭曲了，这设计师的一种表达。嘉义，你怎么被吸进去了？来，过来，怎么回事？哎，这个你别看这个静态的很有意思，这是三体人变成人皮储存的地方啊。三体世界很难生存，所以他们有个本领，说我要脱水，天气不好就变成一张皮把它储存起来，等天好的时候把这些人皮泡在水里，人就活了。那他们大脑也在这里边？都在里边。说三体人是有一个功能的。那我脱水了。对，然后天气好的时候我们说浸泡，就泡水里的人就又活了。这边有没有像那个《星际穿越》里面一个场景？你说对了，这个场景描写的是《星际穿越》最后一个场景，是他和他女儿见面。书房。对对对，就是那个表现四维空间的，啊，表现四维空间的。魔术师要变书房。对，操纵一切世界。其实刘老师构想的不仅仅是四维世界，甚至构想了一个十一维、五维、六维到十一维，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是一个什么。不会又被吸走吧？你就留在这儿吧，我们先走了。啊，那你们去五维等我吧。五维等你。摸它。我们瞬间被二维化了，意思是变成了一张纸。哦，平面。啊，对。原来降维打击是这么来的。哇，春节央视频，上海之巅旅程开启。这是世界最快的电梯吗？对，世界最快的电梯。那我们是要从一层爬到118层。对的，这边有一个电梯的一个速度，或者一个吉尼斯认证记录书，它目前是世界上最快的一个超高速的观光电梯。那它的速度最快可达到多少米每秒？大家老师可以猜一下啊。每秒，赶紧找。一分钟是1230米，除以60，差不多每秒18米，相当于呢一秒6层楼高。哇！大家可以猜一下啊，从这一层到118层，总共需要花费多长的时间？赶紧转动你四维的脑袋。哦 ，bingo， 驾驶服。驾驶服。
笑，有得意的笑，求得一声乐逍遥。刚好拿开手机，一会儿记一下时哈。我们看一下，我们即将上的这个全世界最快的电梯，究竟从一层上到118层需要多长时间？走吧。好，各位老师，我们现在所搭乘的这部电梯呢，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超高速的观光电梯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左上方的这个荧屏啊，红色的这个点所处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啊，旁边就是我们现在的米数，现在我们差不多150米左右，最大的这个数字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楼层数。那左上方就是现在电梯的一个最快峰值18米每秒，各位是不是已经有感觉？对，有点耳鸣了。对，耳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速度已经开始慢慢降下来。469米了，我们已经在马上就要到达118层喽。哇哦，116、117、118层，停。546米。哇，我可能刚按完了，现在只用了50秒，将近50秒。有可能您是按晚了。按晚了，按晚了，50秒，好厉害。哎，上来真的如履平地，就是好像没有上到这么高一样。对，好，我们可以看到大上海的夜景已经一览无余了。这一片就是咱们的外滩。对，我们对面那条小河就是上海的另一条母亲河苏州河。哇，那上面第一座亮着的这个桥啊，就是中国第一座钢结构型的桥梁，叫外白渡桥。啊，外白渡桥。东方明珠在那边，哇，东方明珠在我们的眼下，居然。对对，就小时候其实印象中的上海，第一眼想到的就是东方明珠，那时候觉得它很高很高，就没想到慢慢长大之后，就已经可以站在更高的楼俯瞰东方明珠了。真的就是速度和高度其实一直在提升，嗯，确实叫站得高看得远。站得高看得远。怎么样？这个此行此景来个魔术、啊、没问题。刚刚的观光电梯的速度让我想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魔术，跟失重有点关系啊。是吗？我就用到这一根橡皮筋为你们表演一个。这个魔术非常快，在一瞬间就完成了，你们要仔细看好吗？好。橡皮筋在下坠的过程中呢，哦，此刻应该有一些惊讶的声音。这个是不是可以揭秘一下？不可以。又迎来了一位新嘉宾，介绍一下。嗯，那我是负责上海中心垂直马拉松赛的负责人。他刚刚提到了一个词，垂直马拉松。为什么是垂直马拉松？垂直马拉松它是从一层向上跑的一个运动，然后这项运动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它不受场地、时间、天气的限制，因为都是在室内。没错没错，就是想爬就可以爬。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就是都市运动之王。对，我们这个垂直马拉松的赛事，它是全球最高的国际垂直马拉松赛事。嗯，它是从1楼到119层。嗯，然后它的垂直高度是552米。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么高的一个552米，它有3398级台阶。哦，我觉得这个比跑步更累，因为它是往上走。那个赛道在哪？赛道。就在我们眼前。哦，那咱们减减肥运动一下。Hello， 网友朋友们，我们现在即将要挑战的就是海拔最高的垂直马拉松。对，但是估计我们要从一层爬到118层啊，得1个多小时，就我们的速度。所以我们今天来一个缩小版的，好不好？好，我们就爬一层。夏老师帮我们计时好不好？我们挑战一层垂直马拉松。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预备。3、2、1，出发。这，我天哪！还好，我腿长。腿长，你腿太长了。哇！王者。用时多少？摄像老师没跟上。你用时多少？来，我们给那个看一下。哇哦，好厉害！我来让大家猜一下。嗯。我们这条全球最高的垂直马拉松赛道，世界纪录的话是多少时间？20多分钟吧。20多分钟。20分钟。17分25秒。17分钟怎么跑的？看样子还是腿不够长啊，我恨。他平均用了8秒来跑完每一层。8秒。8秒。我们是难以想象这样的有一个这样的速度。嗯。
垂直马拉松赛它通常是选择各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那它就是用双脚来丈量整个城市的一个高度，来征服这个城市的地标。对，这个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满足感，这个满足感是独一无二的。哇，我们现在是要去126是吗？对，大家记住一个关键数字，是583.4。583.4，它其实是位于我们上海的583.4米，也是上海最接近天空的一个地方。哇，天空之城，太好了！哇，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应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人文艺术空间。哇，然后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哇，这是什么呢？这个当然就是一个艺术品，艺术品吧。谁知道？我知道，之前听过，就是因为楼很高嘛，然后风很大，所以会左右的摇，就是为了不让它摇晃太大，然后才放的这个装置，是吧？对，基本上可以回答到70分。我们这一台呢，其实它的学名叫阻尼器，大家看一下像什么？像对一个。加10分，只有一个答案吗？太清楚了，像眼睛。它其实三面都是像眼睛一样。在我们周围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蜂窝状的这样一些网格。对，那它是干什么用的？那这就是我们第三道的强化题。通风。错。声音播放装置。哦，又对了。哎呀呀呀！高光时刻，今天的高光时刻。大家可以往上面看。哇。它其实这里有一个天窗。就是离上海天空最近的地方，哇！我们称它为是镇楼神器。镇楼神器，对。此时此刻啊，我特别想吟诗一首：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春节期间登顶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俯瞰这座国际大都会，浦东浦西两岸古今交织，日新月异。节日里的上海灯光璀璨，更显繁华和祥和。远方的游子找到了故乡，窗外的霓虹都已点上，听见吗？那澎湃的浦江，夜色里多少客机来来往往，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梦想。城市越这个